网址 www.ahontp.tw。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新风变大声，人在思念，今生的爱情也会孤单行。阿边悲伤，阿边着惊，最后才知思念。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咱这的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那么咱这个电话原是由董树林定请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来，咱本节目是拜一到拜五下晡是两点开始，到四点，有缘有小弟阿宏成困，甲咱网友共同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来，咱来看一节新闻吼，会使讲阿宏看起来感觉，咱地球吼啊，已经污染的污染啦吼。也会顺安尼啊，什么臭氧层破甲拢真大坑啊，吼、哦！啊，一寡会顺啊，地球的人拢生癌种种的啊，也会顺安尼啊，啊，搁世界无稳定，战争的战争，吼、哦！啊，所以顺安尼啊，即马科学家已经发觉安怎？发觉讲外太空吼、哦、有水哦。哪个呢？外太空有水，哪呢？有水，咱人类就会当生存啊！你讲对唔对？有水，有水就啥呀？有水就遐鱼啊、虾啊啦，对唔对？有水就遐草木啊，对唔对啦？有水，天气就变化，你讲对唔对？那么即马科学家发觉讲，即个白
花青啊，白矮星，有水。那么我拄只吼，伫咧做节目进前吼，我心有去看到，伊迄个迄粒白矮星，迄粒球吼，毋是像咱地球讲椭圆形诶，伊迄粒地球吼，坎坎坷坷啊，伊迄粒星啊，会使讲无圆啊，可能吼伊个家己无自转啊是安怎？我就敢若一块的孙安尼啊，一块迄土地，大大地安尼就对了啦。哦，这是我做节目进程我看到，所以我赶紧将到这则新闻啊，给抓落来，啊，报告给大家，啊来知影。伊讲哦，找到另外一粒地球吼，而这个几率吼，应该是大大的这个增加啦。那么发生啥？今日七日报道，根据最新发布的一项的这个研究，有真多遥远的这个太空星体可能蕴含大量的这个水。理论上，未来更加有可能发现类似地球的这个行星啊。那么根据皇家天文学会所出版的研究结果，英国华水克大学的这个天文学家在一粒白矮星的这个大气层里面发觉的时阵，呢有大量氢啊、甲气，啊，就是讲水的这个两大化学成分啊。那么显得地球的这个水体在宇宙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啊。根据的时阵呢研究结果，其他的这个星星系啦、星系，的这个行星。就敢那地球同款，嘛可能因为伊个陨石，或者是讲彗星，啊来弄结哩带来到水分啊。那么这一边天文学家观测到，诶，这个白矮星，曾经拥有水量。相当是地球海洋的这个30%至35%，有真可能是陨石弄结吼，的这个结果。那么主要研究员拉迪表示的，伊讲哦，阮的这个研究发现讲，太阳系内面富含水分的这个陨石吼，温少了吼，敢那并唔是有独特的对啊，伊在其他的这个星系啊、星系啊吼，内面嘛真定定看到安尼啦，哦，这是有关外太空发觉讲。有一寡这个星，哦，星就是无偌大粒，但是讲星有诶嘛足大粒诶，有诶星讲凭咱地球较大诶，因为安那伊伫真遥远，所以你若吊棍来讲凭咱地球有诶拢几啊倍大诶，迄个星啊，咱咧讲星啊，所以这段消息吼、提供给大家吼，欢喜一个安尼。啊，无吼，即马地球安尼，战的战，乱的乱啊，对唔对？空气污染的污染啊，地质污染的污染，水质污染的污染啊，对唔对啦？我前较早我就做节目，我就讲啊，我讲哦，大家卖战，吼，即个科学家，大家赶紧的孙安尼啊，吼，用你的这个智慧，赶紧找外太空
有参像地球啊，切一粒啊就好，一粒啊两粒啊，大家都食袂焦啦。你讲对唔对啦？啊，就大家移民去外太空啊，是毋是安尼？啊，就毋免踮喺咧台，迄个，咱遮个即个地球啊，踮喺咧受苦啊，吼，对唔对啦？好啦，讲到遮，互大家了解一下啦。伊阮听一首阿宏所唱的《淡水河边》，共同欣赏，再见，拜拜。淡水河边，路灯闪闪烁，岸边地景美，有甲心相偎，想起着彼当时，双人情。相约到在远，快乐伴相思。啊哈，现在你放阮在相思。淡水河边，抬头看过去，有一对好情侣，坐在河畔边，问怎样心爱的，有情甲无义。为啥叫着你的名，到底去佗位？啊哈，真无语，变心做你去。水河边，抬头看天星，听见着风摇曳，掌声叩问，问也是。